西搞，外加币耶！舰长，敌人炮弹都打过来了，我被吸压了！哇哩哩，还愣在那边干什么？赶快起航啦！伙计们，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！我是江江，9月18日，欢迎回锅玩家与好朋友一起加入战斗吧！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嘿嘿，欢迎回来我们的碧血黄沙的模组啊！这次我们的 John Master 呢，出现在这个像是西部吧？为什么西部还有坠落的飞机在后面啊？像怪怪的。等一下，这是一匹马吗？为什么它的胡须有那个？这是什么？是有点破土的样子还是什么啊？我不确定啊。Anyway， 这是我帅气的马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眼睛是这样子？看他的眼睛有眼白耶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好啦，先不要去挑剔这个模组啦，他这个模组其实做得还不错啦。OK， 那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有小镇哦，小镇，有很多匹马，还有很多人。我们下去看一下好了，好吧？等一下，这坐姿很丑。好 ，OK， 这个怎么下去啊？怎么上来就怎么下去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他翻车了？哎、欸，不会吧他？他就这样死了？不会吧？哎、欸，那么才这一点点高度而已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就先爬下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真的有点高哎，这个。我觉得直接跳下去比较快一点了、啊。来来来来，跳，翻滚，哎、欸，吼吼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爆炸？呀，这个老兄是想跟我决斗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、啊，我们这次的武器有这个重型左轮枪。然后他还有这个这种的，这种的，干嘛 ？No 什么 No 啊？不是跟我决斗吗 ？OK， 还有这把黄金左轮 ，OK。然后看一下狙击枪，狙击枪是这种像毛色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这把双管的那个弹簧枪，一次两发、啊、是不是？然后还有这个粘弹，它粘弹长这样，试试看。C4 啊，还有时间表在上面啊。OK， 来，老兄，你不是想跟我决斗吗？来，我们3、2、1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直接给你 take。等一下，这到底是有发誓没有？我的死亡之眼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到底是怎么用的？来，直接给你。哎，不能射他、啊，所以他是。来啊，怕谁啊？来啊！不能射他啦哦，因为他是，他等于是个物件。OK， 那就看看他就好了吧，饶他一命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看到这里啊，哦，这里好多坟墓啊，而且这个坟墓怎么都长得这么奇怪、啊？是有破土还是怎样、啊？哎，怪怪哦。Anyway， 这边很多坟墓。哒啦，跳不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好像是这个教堂是吧？哦，这有牧师哦，有人在办丧礼是吗？可以看一下里面是谁吗？啊、不要啊，这样对他们不尊敬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稍微逛一下这里啊。呀，这个人好像不太鸟啊，是不太，感觉他就是不太屑这个婚礼啊，该不会他是犯人还是什么啊？这是你们的家务事啊，我不想参与啊，我只是想进来看看而已。OK， 然后这里呢，这小房间是通往外面的道路啊，是吧 ？OK， 那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空空的房间啊，
所以大家都搬走啊，搬到洛圣都去。这个门卡了。OK， 其实我觉得这个模组做的非常的好，但我觉得它如果可以增加一些更多的人啊，或者是什么进来的话，我觉得会更生动一点。哎呦，为什么一直有东西啊？飞机啊，这里有飞机经过啊，是不是？飞机经过，然后撞到岩石爆炸，难怪这里一直有爆炸声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下一栋房子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看起来是一个荒废的房子啊，一个荒废的房子，所以这个房子荒废，就是因为它可能受到什么火灾啊，还是本身模组的关系，造成这里有缺陷，有没有？就是房子塌下来啦，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出去好了。看起来这里没什么逛的。OK， 那这里呢还有卖水果啦，水果摊。好吧，我要买哈密瓜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有苹果。香蕉，他居然不会怕我，我不能射他，可以，老板被我干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来来来，旁边还有这个农场是吧？农场有这个牛，有鸡，还有这个牛，这是马，为什么我只是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碰他一下就倒了？你们好敢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啊？为什么你也是啊？真的很有事哎！来，这边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都一样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只有这只，这匹马很给面子啊！What the hell？ 为什么？来来，给我走。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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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这边居然还有那个移动厕所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的猪都排排站？还有可爱的兔子，这兔子居然死了，为什么 ？OK， 这边还有好多的算是这边的市民吧，这边的市民，然后在聊天。为什么小恰碰到我也倒了？怎样？是怎样啊？哇塞，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西部狂野的感觉哦，是不是？看他们的穿着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很强壮是不是啊？你很强壮啊？很强壮是不是？我刚才丢过去，他这个直接穿过去，我直接把车子炸坏了。这边居然有 hooker， 不会吧？这边就有辣妹。为什么他们的手不见了？他们一定是喜欢卡 bug 吧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老兄好潮啊！等一下 ，Trevor 为什么在这里啊 ？Trevor。我的帽子好讨厌哦，帽子挡住我的视线，他居然无视我的存在。我说很潮的是这位老兄啊，是不是？他看起来真的很潮，潮他妈的！来来来，Tracy 不要这样，我的观众都小朋友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知道我太凶了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里有这两位夫妇在这个剧情里面会出现过，是不是？刚才居然宕机，我要重开一次啊！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刚才这个爸有看过嘛？然后旁边呢，这里好像是
这里是RIP， 为什么 RIP？ Sleep on me, her manor， 是在讲这里有一个人挂了，所以他在这边布一个思念他的地方嘛，是不是？好 ，Anyway， 我们进去看一下。OK， 这个一楼的这个房间也太 low 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哦，是香烟是吧？是香烟 ，Redwood， 然后沙发蛮复古的、啊。这里有这个烧柴的地方啊，取暖的地方。再来嘞，这里空空的，这里居然有洗衣机耶，为什么？而且马桶还那么脏。哎，那我过去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二楼有什么呢？这里有，这是什么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试枪，枪走火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对 ，messed up， 走开。哦，哇塞，这里居然有这个哎，这个是割草机啊，就是可以拿来喂动物吃的东西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模组差不多介绍到这边了，我先搞一下破坏啊。先搞一下，破坏一下。Oh no！ 哎，不行啊！那这模组这么硬啊，完全不会有破坏的感觉。来，不会吧？我知道崔师爷想要来一颗，整片哦。OK， 人多了就是好哦。来，再来。哇，哈哈哈，太惨了。OK， 我们开车去晃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拱起来？为什么？哦、这边有东西，有个隐藏的东西。OK， 上车一下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有一匹马在那边？是马还是猪啊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头猪啊，还是牛啊？你看起来像牛哎，它怎么死在这里啊？是因为最近台风来了，所以这个土石流造成这个泥巴给它冲下去吗？不确定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，错上车。哦，亚巴尼罗斯福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哦哟，第一人称就还好啊。哎、欸，废弃的火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火车头真的很复古。等一下，不对啊，它是组装起来的吗？哦，我以为火车头，看错了，不是啊。哇哦，这个地图真的好大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是不是要开飞机比较快啊？啊，我们的直升机已经到达这个现场，我们先开一下直升机，看一下这附近的状况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可以看到，前面有这个飞机的坟场，是不是？还是跑道啊？为什么这么多坠机的地方啊？难怪一直有发生爆炸的声音。然后可以看到远方有个超大的那个卫星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应该是加油站吗？这是加油站吗？我看一下。Hotel 附近有什么 ？Taco。哎呦喂啊，不太好降落啊，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？它其实模组还没有完成啊。对，这加油站，小型的加油站。我刚才有一台飞机撞到山了，为什么他们不会闪过啊？
哇，这山好大一块，可以看到远方的洛圣都了。这边离洛圣都还蛮远的。哇，超大一座山啊！OK 啦，这个模组先加到这边啊，好吧？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